从早上到下午从来没有变动过，放在各位的桌上，白纸黑字，从来没有变动过，从早上到下午，我们所提出来的再修正动议从来没有修正过，因为上一次委员会协商就已经调整过了嘛。所以我不知道柯建铭总召刚刚在说什么，我听不懂。那你嘛，可以吧？请说啊。对啊，我是看这一本嘛。你讲这个丢手，我一直在听大家讲，因为胡文杰后来跑进来说要犯罪守则。是了，拿错版本而已了，拿错版本。不是嘛？啊，你自己拿错版本，你来扯我干什么？我说我现在要讲，大家把话讲清楚就好了，这没有什么好误会，也不是在那一直装得很清高的样子，就是如此。因为那委员协商我没有参加嘛，那现在澄清以后，又是问题回到傅文杰身上了嘛？那你要不要跟他一致的问题而已嘛？不好意思，我可以把我刚刚讲的话讲完话之后，请给说完嘛？好，好，观众哎，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用了太多的时间了，早上11:20谈到现在，我要再次强调，我们是协助政府要如何打诈。打诈释法要怎么样能够更严谨，让政府有更多的工具跟武器。我觉得柯总召这事情无需再讨论，就是说你们觉得 我的建议啦，我们在讨论基隆要讲没有意思啦、哦、就是说你要1年以上、7年以下、3年以上、10年以下基本上国民党开放啦。我刚刚问了一下黄总召，他也不坚持啦。现在就是说，你们到底好、哦、给执政者有更大的工具？今天是我们在这里协商打诈释法，是为了这个事情。柯建铭总召，你说、我们今天在这里打诈释法浪费时间，我没有人说浪费时间。你刚才就是浪费时间，讲说已经花了很多时间。我没有人说浪费时间。你们听你跑位好来，今晚第一排，头一排来公布几分钟，今晚过来。所以呢，但是呢，你进来讲的就是犯罪所得，你讲得很清楚哦。你要啊，现在我现在就不是犯罪所得，所以我刚刚讲说黄国昌是犯罪所得，他现在又不是，早上又跟你一样啊。你现在说两年，我们从头到尾就是犯罪所得。你只要你讲哦，没有人，我跟你犯罪所得是有水房是长夜的嘛？到底你们、啊、你们两个人是不是一以上？早上你早来干，我今天讲完好不？我要去哪？咱尊重伊哪？你听我讲嘛。因为那段时间早上你只有来涨不到一分钟，我们从早上一直做到现在，你现在来又说在浪费时间。什么叫早上我不坐在这里啊？你来就坐一分钟讲这一条，就你早上就进来一分钟讲这一条嘛。你阿伟在地板也拉开啊？认为说我要从在一起弄黄国昌，我早上没有坐在这里吗？来，早上都在这边啦。你讲一分钟而已啦。打掉水外小兄弟。哎，这个是很关键嘛。我因为我在讲到底是不是犯罪所得。黄国昌说要改了，那我误会他要改了。可是你讲完以后，黄国昌又说犯罪所得。现在又讲犯罪所得，黄国昌似乎又同意。我们到底今天讲清楚，到底在讲什么事情？这是不是才是关键嘛？我现在了解你们两个有没有一致嘛？院长，我们早上7点开始协商。10点半。您在的时候我在不在？我们11点开会开到12:44，副科技总召在。好，所以我要特别强调哦，大家在这里协商针对条文，我再次讲，不要你们点名点人点什么东西，这个都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礼仪呀。啊，你有你的想法，你讲没有关系嘛。啊，点东点西的，这就是很奇怪的东西。什么叫人家进来哦，总共讲一分钟的话，这个都很不适宜啦。本党有提的案子。对不对？诈欺防治法24条、25条，对不对？柯总召跑来问我是不是这样可以，钟嘉宾也跑来问我是不是这样可以，对不对？今晚会来讲了，跟我讲了多少次？什么叫我坐在这里讲一分钟？我不知道在讲什么，不要老是人身攻击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本党有版本的，我有我们的想法。那现在在讨论洗钱防治法，本党没有提案，没有提版本，所以我很尊重大家的意见，你们去讨论。当然我们终究还是说执政党是你们要对全民负责嘛，所以打诈释法我们大花那么多时间，我从来没有讲过浪费时间嘛。就我们已经讨论了3个小时，现在是不是要告一个结论，对不对？我们说你执政党你们要负责嘛，
你打仗有没有成绩嘛？越打越炸，还是打了以后有成绩？今天给你武器嘛？那么在野党都是支持嘛？大家讨论和气一点，不需要再讲些有的没有的嘛，对不对？好了。副总召，我刚刚我已经讲了嘛。我们散会是12:44，我们就副总召在，对，我们就尊重他的意见嘛，已经讲了嘛，也不用大家再讲来讲去。我是希望以后就事论事。要先跟那个副总召表示抱歉。他早上就知道就忘记了，他昏头了，因为他我只是记得他讲那一句话说浪费时间哈，那个也忘记，你是讲恶意要攻击你，坦白讲，因为早上一直在集中在我从前面你还有找你协商忘记了，因为太集中，好嘞，你忘记不要执政党当成绩，这个成绩是大家的啦，不是执政党不执政党，因为大家都一直要做嘛，好、哦，那至于。黄昌委员所谈的问题，因为他引起大家讨论嘛，那现在已经分为三个层次嘛。那当然，早上黄部黄市长黄国兴市长一直讲到这前次犯罪有罪行比较轻嘛，所以有这个问题才会一直在讨论嘛。那早上我用后来我误解说哦，这个用犯罪所得这还得了哦，所以有一些误解，因为早上很多华安进来嘛，我拿了就来，那新的版本就在旁边，更来不及看嘛。哦，当然是如此啊、哦，都是打个龙尾的公位啊，没有什么特定对象的问题。那个法务部有没有心理，还是需要点时间？等一下没有关系啊，等一下。这已经讨论四个多小时了。好，有开 K 的，请他赶快调完，对不对？您现在调完送不出来，我就宣布表了，因为我们讨论没有啦，什么分表决？这大家已经有结果。我没有说表决。啊，不，对不起，太激动，我怕你谈表决、啊、送不出来，我要送。先处理第五条。好 ，OK。那这样我们等一下，我们先处理第五条。那个嘛，他慢慢写没关系，因为他整个下午都在这里嘛。先处理第五条。等一下，还有通保法嘛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